你送我到前面地铁站就好了。地铁站还没完呢。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啊？吃完饭了，当然还要有 after party。什么 party？ 你就别管了，先带你去嗨。这是你要的包厢。哎，这么大的地方，就你和我两个人在这儿嗨啊？这种地方只要有酒，一个人也能嗨得起来的。服务员，你好，来一瓶芝华士和半打绿茶。哎，在这儿喝酒多贵啊！你放心，这里姐请客。在忙什么呢？竟敢不理我。来，走一个。哎，你怎么又要酒了？你还没喝高兴呢，给我打开。富二代吗？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我不就是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吗？但是父母是我可以选的吗？我爸他从来都没有问过我，想不想做这一行，想不想接家族生意。其实我倒是挺羡慕你的，一路以来，至少你倒是得到了你想要的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是一个女孩子，我在事业上没什么想法。我觉得像 Cherry 或者你，活着太累了，满脑子斗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想或许是某座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大都市，我们沿途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脸，每天一起吃早餐、午餐和晚餐。或许吃的并不好，甚至风景怎么样都不重要，重要
要的是有那么一个人能一直陪着我。但是我可以去追求吗？我爸会停掉我的信用卡，派人全世界的找我。不能再喝了。你走开！你口口声声让我站在你的立场考虑，但是你们一个个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们一个个都想看我的笑，都想看我的笑话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，嗯，拜拜。三一号，这是一下账单，一共消费1086元。啊？多少钱？一共消费1086元。醒了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昨天晚上你不是喝多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你家在什么地方，就让你在我这儿委屈一晚上。那你没对我做什么吧？你觉着呢？真没劲。那是我没魅力呢，还是你这个人不正常？哎，这就是你家啊？是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世界500强销售经理所住的好点的房子。怎么了？哎，我现在总算是理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公司加班了，因为你这里简直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嘛。大小姐，我请你搞清楚一点啊，
不是我请你来的，是我没办法，看你喝多了才让你在这儿住的。从今往后，你愿意睡大街，我都不带管你的啊。哎，我给你开玩笑的，你听不出来啊？哎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么多可爱的东西。哎，你别乱动啊。哇塞，周洋，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怪癖。你管得着我吗？哎，这个好可爱哦。你别乱动行吗？这个你送我了。不行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这么小气啊？这个才多少钱啊？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小气鬼。算了算了，这地方我就可以待不下去了，我上班去了。我的车呢？你的报告我看过了，你对我们竞争对手技术方案的优劣势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和比较，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。其实我最想知道的就是技术参数以外的信息。但是这些很难用白纸黑字表达清楚。我明白，我只不过想提醒你，真正要分析对手是建立在全面的信息搜索渠道上的。你知不知道战争的时候是怎么收集情报的？就是靠战地里的间谍。但你不要想歪了，那是战略发展部门的任务。你知不知道做销售了解对手是很有必要的，但你不能把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对手的失误之上。如果你真有精力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客户，去找一下他们的 pain point， 看一下客户的需求是什么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我就不绕弯子了，有话直说。我听说易迅网最近有大动作，他们为了提升自己电子商务平台的物流配送速度，他们将会对计算机、网络服务器和物流配送系统进行集中采购。我也听说过，但是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而已。未雨绸缪不一直都是你的风格吗？况且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，我知道 Cherry 一直在收集易迅网的资料。对，是我教他做的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一旦易迅集采的消息被证实，你将会派他负责这个案子？我有这个打算。Ray，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案子，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。我想做这个 Big Manager。给我一个理由。第一，我能力比他强，手段比他高明，他还嫩点儿。第二，我需要这个案子来奠定我在 MPL 甚至整个销售界的地位。还有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，这是我职场的终极梦想。妮妮，我是你的上司，你刚才说的话已经越界了。我知道，作为上下级，我的确不应该说这种话，可我真的不认为我们之间只有这种关系。我觉得我们的关系，有些话咱不用在公司说，晚上老地方见，不见不散。周洋，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个设备数据有什么问题啊？大小姐，你现在这市场部的人已经不归我管了。我知道呀，我不就是有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吗？不行啊，周师傅，这下行了吧？嗯，这还差不多。啊，你看，这个是新设备的参数，虽然新设备不算是换代产品吧，但是在细节上还是有改进的。就这一点，我们一定要让客户非常清楚的知道。杰西卡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在看我呢吗？我一直在听你说啊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呀？我看你不是挠手就挠脸的。
你这个就是请教师傅的态度。哎呦，你还好意思问我呀？我这样不都是你害的？你怎么什么事都怪我呢？哎，我问你啊，哎，你家那床单到底多久没换了？哎，我在你床上睡了一晚，我现在浑身痒死了，皮肤过敏了。干嘛？你去那边。去那边干嘛？让你去就去，我是你师傅，你得听我的。去。大小姐，以后你说话之前动动脑子行不行？你要是没脑子，以后就少说话。哎，不是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我？你刚才在外面说什么？在我家睡了一晚。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是害怕别人误会了，怕他们觉得我们两个…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你这样会害死我，这份工作对我太重要了。哎，你要记得换床单，时间长长螨虫。神经病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哎呀，这个白色的不好，不耐脏，估计一天就让它给睡脏了。哎，绿色的。哎呀，好像男人都不喜欢绿色。哎，这个咖啡色不错啊，既耐脏又好看，就它了。喝什么？老样子，百威。随便。Waiter， 一瓶百威，啊，一个 Cosmopolitan， 谢谢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还记得吗？以前我们两个老去爵士班拼音乐喝点酒。你也说了以前了，所以是以前的事。瑞，待了这么久不见了，为什么不能好好聊聊呢？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？理解，因为毕竟是我跟你说的分手。其实这么多年里，我的确欠你一个对不起。你错了，我没恨过你，至少到现在我都没有恨过你，也不想再提这件事。Cosmopolitan， 很多人叫他大都会，可是我喜欢他另外一个名字，叫四海为家。以前的确年纪小不懂事，觉得只要有本事可以四海为家，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才知道，一个家原来对女人来说那么重要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。我想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。你不也挺好的吗？是，那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。很多人看我穿得光鲜亮丽、事业有成，觉得这是一种幸福。作为一个女人，其实我也有我的孤独和寂寞。很多事，兜兜转转，才发现还是原来那个最好。同意吗？玉妮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们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或是将来，我们都没可能。那你说实话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点都没有想过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我还没说完。如果你想跟我说易迅网集采 Bid Manager 的事，我想我的答案和白天在办公室里的答案是一样的。
如果易讯网集采真正开始，那我一定要做这个 bid manager， 不惜一切代价。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，你不用提醒我，在我心里面，你从来都是个不择手段的人，起码我不像你。这是你要的易讯网的设备参数，这么快啊？做得不错，还挺详细的。哎呀，为了你这个数据啊，我可真的是下苦力了。我还特地跑去易讯网的电脑部，凭借我这讨喜的小模样和我的三寸不烂之舌，终于搞定了他们的工程师。没想到就这几天，你的进步真不小。去市场部那边一切习惯吗？简直是太习惯了。只要是没有某个人整天对我挑剔，我的小日子可美了。好好做，你很聪明，一定能够做得很好。Cherry， 我们俩可说好了，我还打算着回销售部跟着你干呢。没问题，好好加油。No problem， 那我先走了。米莉小姐是吧？我就是你要找的人，有人叫我浩子，听说你要跟我做生意是吗？啊，我以为骇客都应该是比较深藏不露的，没想到你这么普通。不相信我？世界五百强公司代理销售总监就这么没眼光？你怎么知道我什么职业啊？啊，我这人呢有个习惯，别人找我干活的时候，我会先了解别人的背景，只要有互联网的存在，就没有我要不到的资料。只要给我个 email 地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一个 email 地址。你想知道他什么？所有。价钱？就你说那个数吧。不过我必须要找到有价值的东西。好，等我好消息。拜拜。哎，你也刚走？你先讲吧。易讯网的技术参数现在基本上已经找回来了，这件事情 Jessica 帮了大忙，这小丫头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把电脑工程师给哄住了，她把所有的设备清单都给了她，而我那边的计划现在也在进行当中，估计下周就可以给你看。其实我知道你的工作能力很强，但是不要那么拼命。啊，对了，托尼今天给我打电话叫我和他去郊游，要不要一起去？你这么大一个销售总经理，怎么会甘愿给人家当车夫啊？没办法，因为他老婆怀孕了。哦，替我恭喜他，他工作压力这么大，是应该好好出去散散心。不是有句话吗？与其给自己一个 LV， 不如给自己一个 long vacation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不会选啊，因为我两个都要。所以这周末呢，我会把销售计划全部做好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OK。我朋友在等我，周末愉快。哦，好，那我先走，拜拜。拜。是不是你那个瑞？你怎么这么八卦呀？是不是嘛？是，不过不是我的。好帅啊，气质也很好，可惜我结婚太早了。行了，走吧，你别在这犯花痴啦。不错哦。
好了。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，有话直说。你最近是不是特别累？你看看你这黑眼圈，哪儿来的什么黑眼圈啊？还不是因为工作太忙了，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哟，怎么没睡好啊？是不是你们那老大对你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是非常 professional 的 ，OK？ 让你失望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现在办公室恋情多普遍呢，一般公司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再说了，地下情多刺激，你要是真舍不得你的画家，那脚踩两只船也是可以的。把你老公电话给我呗，我现在就打给他，让他好好听一听你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。我跟你不是不一样吗？你这不没结婚吗？既然你没结婚，那你就还有选择的余地啊。为什么我现在听你这番话，感觉你好像已经后悔结婚了？你老公该不会是有外遇了吧？哎，我很愿意做你的知心姐姐哦。你能不能不咒我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。你的意思是你根本就看沈培不顺眼？哎，对，还是你最懂。你呀，就是太闲太无聊了。要不怎么说你是我姐们呢？我最近还真是太无聊了。这是你文小慧说出来的话吗？你老公呢？出差，出差，出差。他现在见空姐的频率比见我都高，这不刚好合你意吗？你永远都有去不完的局啊。哎，别提了，我现在还真是无法理解一些女人，一整晚在夜店被 N 个不同的男人搂抱亲吻，还觉得特光荣，这一有局就各种微博求偶遇，稍微见个差不多点的吧，恨不得就立刻把自己给扒光了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菜，隔夜菜。这女人呐，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给做烂了。可是我打住，你是不是想说我以前也这样？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，我顶多也就是爱玩。再说了，自从我结婚之后，我早就改头换面，重新做人了。真心没有看出来，知道吗？吃饭啊。老婆，我带了饼干、巧克力、果汁、牛奶，要不要吃点？老公，我们不是才吃过早餐吗？我吃到你不饿，我是怕小宝宝饿吗？老程啊，那边找一家加油站停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老婆要上洗手间。我不用。哎，要的要的，一会儿上了高速，万一没有洗手间怎么办？哎呦，对了。又怎么了？老婆，你带了外套没有？晚上那边很冷的。外套不就在那个包里吗？你自己装的，忘了？老陈啊，真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。没事，我羡慕还来不及呢。你们不嫌弃我这个电灯泡就行了。再说第一次当爸爸肯定紧张的。你让他羡慕去吧。不过老婆，说实话，真没人带你出门。老陈啊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每天待在家里都快憋出病来了。偶尔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晒晒太阳也有好处。你看看。哎呀，他是个单身汉，你听他的，他懂什么？咦，老陈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怎么没想着找一个呢？他呀，要求高着呢，一般的他看不上。别胡说了好不好啊？咦，我原来公司呢有好几个都挺不错的，改天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好，他没准觉得这样潇洒挺好的。你不会也想这样吧？那个老婆，我觉得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多好啊，是吧？让他一个人羡慕嫉妒恨去吧。羡慕。老程，前面找个加油站停一下啊。好。
开心就好，还有宝宝开心最重要。宝宝今天可开心了，对吧，宝宝？啊，对，主要是宝宝开心就好。嗯，宝宝也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哎，看我看。老陈怎么在那儿？哎，这个工作狂。喂，李总，易讯网那边有消息了，田军约我们明天见个面。明天？还在假期里啊？可能我们的事情有些敏感，他也许想私下先和我们接触一下。瑞啊，这件事情你有把握吗？万一这事儿要是走漏风声，我们值不值得去冒险？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，冒险是肯定的。如果现在不冒这个险的话，公司请我来就没有意义了。那好吧，明天我们去见他。谢谢李总支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老程，你怎么把电脑都带出来了？还在工作啊？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现在必须要发个邮件。你以为我叫你真的是当车夫啊？我叫你出来是放松的。哎，喂，别工作了。OK， 今天就不工作了，陪你喝酒。不过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了，公司有一个临时的会要开。永远觉得工作是第一位的，很重要，是吧？我经过上次那件事情，我是想明白了，即使你对公司是很有用的人，也未必是对上司有用的人。上司是什么？是典型的趋利动物，任何对于职场有利的事情，他们肯定会去干的，甚至不惜在关键的时候出卖你。所以说，事业呀、工作呀，没那么重要。老于，酒还没喝呢，就开始长篇大论了，哈哈。按理说，我们赚钱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里人过得舒服一点吗？父母健康，知己二三，还有抢不走的爱人，其他的不用太计较，真的。老于，你说这些话是不是讽刺我们这种单身的人啊？可能现在还体会不到，我呢是深有体会的。我离职在家那段日子，真是我近些年来过得最舒服的一段日子，真的，每天不用早上被那个闹钟吵醒，不用加班到很晚，我就这么陪着我老婆，陪着她肚子里的孩子说说话，她真的很幸福，很简单。那个林语堂不是说过吗？所谓幸福，一，住在你自己的床上；二，吃着父母做的饭菜；三，听着你的爱人说情话。四，和你的孩子做游戏。所以说，老程，别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的，偶尔也停下来享受一下生活，懂吗？你看你30多岁了，还是一个人，有意思吗？来 ，Cheers。田总，你好，来给您介绍一下，李海洋，中国区的 CEO， 也是我老板。这是田军，田总是工程部的主管。幸会，幸会。来，坐坐好，坐坐，没事，坐。
那我们进入主题吧。好 ，OK。其实这次我的计划是希望能用一种颠覆性的合作形式来代替集采。这次的计划其实可以让 MPL 和易讯网大家都双赢。我是基于对未来2到3年的远景而提出的。概括的来说 ，MPL 会提供一套最优惠价格的设备，包括电子商务保护系统、计算机服务器和快速的配送体系。我们会与易讯网签订一份排他性的合同，在未来的5到10年，所有新购的设备和软件以及更新换代必须由 MPL 负责，而我们将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并获得服务费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易讯网能够获得更加稳定、更加优惠、更加放心的设备和支持，也可以在全国培养出最快速的配送团队。如果 MPL 这次真的可以转型成功的话，那么未来在中国市场可以获得宝贵的经验和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。李先生，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，但我已经感受到贵公司的诚意。MPL 公司提出的合作方式的确是具有建设性的，完全是可以作为公开招标集中采购之外的另外一个选项。田总，为客户着想一直是我们 MPL 的经营原则，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的。这个设想是瑞提出来的，以后具体的事务他会和贵公司沟通的。小陈，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，他对市场前瞻性的嗅觉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很少见的。 MPL 找到人才了。王小陈啊，我们朋友归朋友，生意归生意啊，你我应该都很清楚，这个方案要落实，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是不小的。其实不急的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再谈。那好，资金啊，报价各方面的问题，我们一项一项去落实吧。啊，好的。田总，其实我还有一个要求，请说。这次是我和你先代表公司私下联系，我不想邮件通过公司的服务器，我想我们私底下发邮件来沟通。你知道这方案很有前瞻性，如果被人知道的话，对我们两家公司都不太好。你考虑得很周全，我也这么想的，我这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不过，你能够得到完全的授权吗？田总，这点请你放心，我是公司的 CEO， 我会全力支持瑞的，他完全可以代表 MPL 和贵公司接洽。好，那么我们就预祝合作成功。Cheers。小姐，你今天闹的是哪出啊？啊，怎么易讯网今天还给我派一个快递小妹过来是吗？哎，就你凭，我还不能特地来找你玩吗？对不起，大小姐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哎，人家诚心实意来找你玩，你怎么还不领情啊？周扬先生，这是杰西卡小姐特意从易讯网上订购的四件套，现已送货上门，请你签收。好了，我要出去啊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问你话呢，你要去哪儿玩啊？带我一起呗。大小姐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除了玩就真没别的事儿干了？我有事儿，先走了啊！哎，你真是个没劲的人。我呢，就是个没劲的人。你拿那些破东西要去哪儿？你管得着我吗？哎，对了啊，你要是愿意在这儿待着继续，走的时候替我把门带上啊。